来上数学哦，还记得我们之前上的减法吗？我们今天要来复习减法哦。这边是复习五，减一减十减九，那我们来减九，看看数目等于多少。然后减一、减二、减三、减四、减五、减六、减七、减八、减九。好，这里剩下多少呢？这里剩下一。好，接下来是十三减六，我们减六，减一、减二、减三、减四、减五、减六。那这里呢，还剩下几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还有七个。这里十四减三，那我们来减三个，减一、减二、减三，剩下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好，还有十一。老师这里有点歪歪的，那我们擦掉，我再写一次哦，十一、十。一，好，那接下来是十五减七，减一，减二，减三，减四，减五，减六，减七，剩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剩下八个。这里十一减零。那不管是什么数字减零都是等于同样的数字，所以这边还是十一。接下来这里呢就是十七减八，那我们来减八，减一减二减三减四减五减六减七减八，剩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剩下还有九个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后面一页咯。接下来是复习六，找出正确的算式，从红色的箭头走到蓝色的箭头。这个呢，小熊熊呢，他要去到这个终点，那他需要我们的帮忙，怎么帮忙他呢？这里有很多的数学题，那我们要把正确的答案找出来，那我们就可以跟着正确的答案送这个小熊熊去到终点站了。那我们来开始吧。12减6等于 6， 请问对吗？我们来一起算算看吧。我们找12，好，12在这里。减呢，减的话数字就会变来越来越小，那所以我们要往左边的地方，左边，好，那我们来减六，减一，减二，减三，减四，减五，减六，那答案是六哦， bingo， 对了。好，我们找到一个对的，那这个呢，十二加六等于六，怎么可能？所以这个是打叉。可是12加6等于什么数字呢？我们一起来算算看哦。先找12，加就是数目会变成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，那我们要往右边哦。加1加2加3加4加5加6，好，加6的话是18，所以它的答案是18。好，那这里呢，九加九等于零，九个加九个等于零，不可能，所以呢这一定是错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九加九等于几个，我们先把它擦掉。好，九个，先找九个，这里加九个，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，好，答案在这里，十八，我们把十八填上。OK， 这个九减九
等于零，对不对？九个加九个，对不起，九个减九个等于零，对哦，九个减九个等于零，对的。好，这里就 bingo， 就是到13减3等于16，对不对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先把这个擦掉，然后找13在这里，13减3，所以是越来越少，那就是往左边减1减2减3，答案是10。好，所以这个16错了，答案是10。那13加3等于16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好，一样我们要先找13，13在这里，加往右边，加1加2加3，好，这里16，好，答案是16耶 ,bingo! 好，最后两题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18减9等于9。来算算看。18在这里减就是越来越少，那就是往左边减1减2减3减4减5减6减7减8减9。好，答案就是9。哇，对了 ,bingo! 那8加9等于9，对吗？8个加9个等于9个。对咧，不对，错了。那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。8个，先找8。好，加是往右边。好 ,1,2,3,4,5,6,7,8,9 答案是这个17，答案是17。好，那这里17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帮熊熊去到终点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来从这里红色的地方，红色的箭头开始，从这里对的答案到这里，好，再往对的方向走，这里继续走对的方向，耶、yeah, 我们帮小熊熊去到终点了。好，这个复习六就到这里，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页。下面这里呢是复习七，连一连，那这里有小鸟，这里有猫头鹰，这里是白天晚上，小妹妹在睡觉，小弟弟在打球。那我们看一下小鸟还有猫头鹰，小鸟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？你看它的背景，那猫头鹰你看后面是不是暗暗的？那这呢，小鸟呢，亮亮的。那小鸟是在白天，这个呢，猫头鹰是在晚上。小朋友，你们要用尺哦，不要像老师一样，你们要用铅笔，用尺把它画得美美的。那这里呢，白天，白天是要睡觉的呢，还是要打球呢？晚上，晚上是要做些什么？对了，白天是要打球，晚上呢是要做，晚上呢是要睡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下面的咯。从最大值到最小值排列以下的钱币，填上1,2,3,4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有多少钱呢？这个是一令吉，这个是50现，这个10现，10令吉。好，请问哪一个是最有钱的？钱最多的是哪一个呢？好，是这个哦，这个10令吉是最多的。那我们先用一下这个笔来写，这个是一，
好，第二大的钱是哪一个呢？是这个哦，一令吉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写二。那这个呢，五十线，五十线这里写三。接下来是十线，十线是最小的，所以它是四。那这里呢，二十令吉，这个是十令吉，一百令吉，这个是二十线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最有钱的是哪一个？最有钱的是一百令吉，接下来是二十令吉，再来呢是二十线，那这里写三。好，十线是最小的，所以它是第四。好，我们就复习到这里咯，小朋友记得在家里好好的复习。好，拜拜。